50岁的脸吗？这脸也太嫩了吧！天哪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口红可以不买，但这个瞒着老公也要买。就是这个宝贝，不用调，不用配，买了两个星期，老公不让我出门了。很多人都说我化完妆之后啊，特别像一个大明星，但是其实啊，我根本就没有化妆，我只是用了这个。今天呢，就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你们看看我到底像谁。现在啊，是高清原相机自拍，无美颜，无滤镜啊，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个最真实的效果。你们看我脸上的痘印、红血丝。真的非常非常多，非常真实的。现在出门啊，都有小哥哥叫我阿姨了。但是啊，自从我偷偷用了这个之后，我的朋友都问我，怎么你的皮肤看起来又白又嫩又自然？用一点点在脸上啊，然后呢，直接抹开。诶，它看起来就跟面霜一样，非常的水润保湿。而且啊，看起来效果特别自然，涂起来的时候啊，很滋润，很舒服。你看，我就随便抹两下，我脸上的瑕疵、痘印啊，七七八八的都被遮住了。注意看我这里的毛孔啊，涂两下，抹开，哎，这就没了，真的超级自然。这个妆感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真的是绝了啊！用完之后，简直不要太漂亮。我真的很喜欢用这个，因为它用起来呢又很简单，很方便。而且你看看这个效果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它看起来就像化了妆一样啊！懒人啊，你就买它。